家好，我是宁乖，健康好生活有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咯，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。龙师傅也要分享这个健康好料理。师傅今天要烧的是雪菜这一个双菇鱼，那应用两种菇，两种菇，这个是蘑菇。对，那这是刚刚看的那个新鲜的草菇。草菇，对，就这个。对，来给观众朋友看看，这不是罐头的，对，长这样子，对，嗯，那一般的罐头的话，大家吃起来都知道，就是吃起来比较没口感，对。那我今天用新鲜教大家来怎么处理这个，这个新鲜的草菇哈。那这边主要是一开四，那开完之后呢，稍微用清水洗一下。那像这个白色蘑菇的话也是一样，一开二就可以，因为这个菇的话要炒的话哈，它程序比较不太一样。我先来处理这个菇的部分哈。我们热锅热油。那待会因为会搭配一点海鲜，海鲜的东西，对对对，这个师傅分了两锅，哎，对，要分两锅哈，因为这个一般大家菇炒下去，那一有水分的东西，菇的香味就出不来哈。那这干这个菇啊就是这样子，一点点油，然后下去干炒，对，然后我这里呢会把顺便像这个蒜末这一起下。酌量的蒜 末，然后带大概少许的这个辣 椒，做点颜色哈。这个有医生不太敢吃，大家不要放太多。好，那像这个是新鲜的玉米粒，新鲜的哦，这是整个那个环杯把它刨下来的哈。我先给它放下来，直接在这里也跟着炒，直接就放下去了哈。那我这边稍微用这个锅盖给它盖一下。好，好，那再来这边来处理这个鱼的部分哈。那这个是新鲜的鳕鱼，它有用那个盐巴一小匙，然后米酒两大匙，跟那个中筋低筋面粉腌过了哈。那这边鱼的话呢，先来做一个煎鱼的一个动作。好，这个也是油，大概少些许的这个油哈。好，稍微这个鱼块裹一点点粉哦，待会比较好煎，也比较容易让它的肉汁锁在里面。没错哈。所以我们热锅热油之后就可以下去煎它。可以放下来了，对，没错哈。好，因为这个有沾面粉的话呢，这个鱼待会它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嫩度，而且它比较不会散掉，它的完整度也比较高。对，好，那这里呢，因为我让这个鱼的味道更新鲜，所以这边有一个虾仁，好，那虾仁它也是用盐巴大概1/2小匙，然后米酒一大匙跟太白粉下去做一个腌制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很简单的调味，然后先吃它的原味。对对，这海鲜的话要分开处理哈。好。好，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，我这边最后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就是雪菜。雪菜，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雪菜其实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话，应该是长得长这样，这样子长长的。对，那它这个是用油菜用盐巴去腌制。哦，那因为有时候雪菜你有时候不会处理，那个味道就不是很好吃，哎，做西姜哎。那我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颜色不太一样？对，这个已经处理过，它颜色特别的翠绿，那这个比较稍微比较黑暗沉一点。那雪菜我买回来的时候说尽量先不要洗水，尽量就是先用一锅热水，里面加一点盐巴，然后热水下去之后，这个下去穿烫大概10秒钟，要杀青过，然后拿起来马上放在那个冷水里面，拿浸泡一下，然后就变成那么翠绿，这样就可以吃了，直接可以吃。然后我这是最后再撒上去，而且它的盐分可能也因为这样而会降低，对，所以你不要先洗水再去炒，那是比较不对的一个做法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锅菇哦，这锅菇哦，这个刚刚哦稍微盖上锅盖哦，焖了一下它哦。这样菇类切法的话，第一个它水分都保持在非常好，而且它的香味非常够哈。我觉得这个菇炒得好哦，单单炒菇就很好吃。对，你知道以前很多阿嬷吃素啊，都会有这种素蒸菇啊，对不对？这种都很简单调味啊，其实它都是把菇哦这个做了烹调，有加工，对对。是那个含钠量那个蛮高的，那个可能比较高。那现代人其实台湾本地这么多新鲜的菇，自己做就好了。对，没错哈。那我这里呢，因为这个海鲜的东西稍微给它拌一下哈，稍微让这个鱼啊，还有这些的食材可以有一点的这个凝固哈，不用煎的整个都熟哈，因为我等下还要全熟，还要入另外一锅，还要下去两个一起拌炒，因为它是可以吸收这些海味哈。对，好。好，那我这边先来做一个调味哈。那调味其实很简单，菇这里尽量不要调味哈。我这里是调这个海鲜的部位哈。好，对，来，我这边这个稍微有点辣度哈，一小汤匙的这个辣味。豆瓣酱。对，那这边是酱油跟水哈，给它一点酱油跟水下去。酌量的酱油水，然后跟豆瓣酱。对。哦，好香哦。对，你就是这，因为这边海鲜的地方，你要稍微让它有点
味道吸进去，味道会比较香哈。现在那个酱香就让它对对对，尽量吃到海鲜的这边哈。因为刚刚裹的一点点粉哦，其实它也会挂上我们的调味的风味。对对，可以看好。好，那这里呢已经干，这个香气非常好，那我就把这些海鲜把它放进来。哦，对。然后呢，再来给它稍许的这个雪菜。哦，所以刚刚有杀青过的这个雪菜，对对，你看它入锅非常翠绿，这个，而且它盐巴也不会过量，而且这样就不会黑掉了。等下你有时候雪菜炒到最后都变成黄色的雪菜，这样就不好吃了。现在这锅感觉好诱人。对，然后你再不要再加水了哈，它怎样吃起来就非常滑嫩，每个食材的口味你都可以吃得到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吃哦。我们龙师傅这道菜好，可以说是二合一。其实你单纯把香菇跟玉米这样拌炒之后，其实就已经是一道料理。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鱼啊，跟我们的虾子合在一起，又是另外一个风味。因为我们家中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礼盒，有些香菇，那怎么做来做就丢到去煮汤，好像就只有一个方式。那这次这也有不同的变化，我想会增加对这个食材的使用。那这个我们的香菇呢，除了刚才提到的它有多糖体，可以对肠胃道好之外，对肝脏也有保护的作用。因为我们香菇有香菇菌丝体啊，它事实上有些研究呢，发现可以降低我们的肝脏里面的 GOD GBT。